大家都忘记开始录制，对，我每次都这样子。哦，我刚刚我发现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每次打架的时候都会手脚开始麻。对啊，因为我会过度换气。哦，过度换气。对，因为后来有之前就有在查说为什么会手脚会麻，然后就查到好几个原因，有一个是什么过度换气，可能是原因。嗯，然后我刚就打到一半就开始麻的时候，想想。对，我现在一直狂换气，一直在喘吗？狂在喘，明明就没这么喘，一直在喘。进哈基的世界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刚其实第一个目标是要烧墩墩，可是一挖开之后发现是玉米看着我，好就直接开干了。然后发现说啊，对呢，这次金苹果吃下去有抗火，拿岩浆烧它，蠢了我。结果完全不怕。对，那最重点是。我打他瞬间，我打开了我的包包。哇，尴尬！风之谷，我的一是攻击键。所以你按了一。对，然后包包就打开了，然后就傻眼了。这个是恐怖游戏吗？不算恐怖游戏，半恐怖游戏。就打宝类的黑暗灵魂，但是是打外星人。嗯，接续一下啊，好了。哦，这次死好慢哦，刚大家都拖到最后啊。我在讲那个主播到现在只有一个人，好可怜哦。我就在到处看啊，然后就是看一看，发现说我每次只要一瞬就开始有人卡，嗯，因为我也卡，刚刚踩到那个点吧。我就好，我后来发现是那个 chunk 到跟 chunk 中间，对对对对，那条线，我就按 Ctrl 加 G。就一直在玩那颗，那个有，因为刚刚有一阵子应该是特别的卡，我就在那边左右动。你在测试就对了。对。我就在找像素，不该走的路。这不是像素游戏。什么恐怖游戏被我玩的像搞笑游戏？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恐怖，好不好？这游戏超恐怖的。很恐怖，除了恐怖之外还很难。对对。你们可以进来了。人家打怪打一下是那种慢慢扣慢慢扣，他猫一下是一半的血。真的，就是2040那种最困难专家模式这样子。啊，小专家还只会扣四分之一，我们扣二分之一，被 boss 摸两下就不见了。救人还不是马上救起来，是花我们的次数哎，复活次数去救人。好啦，叫我换衣服，我今天穿绿色衣服，只有半颗头在那边晃。画面会不会太暗啊？突然感觉到画面是不是有点太暗？很闷调亮，亮度在这里。有亮度。我调亮一点。有亮度。游戏视频吗？视频对。我变好白哦。不行欸，它亮度是变白欸。变好白哦。可是这样子观众比较看得到，不然太暗了。那你就只能站在亮的地方，我们就只能站在亮的地方让公看了。要怪这样子吗？你们以为我会在前面换衣服吗？想太多。哼，哈基就换给你看。哼，行，我会被分掉。那就直接。嗷嗷嗷嗷 ！A C A C A C A C。A C。你的屁股多了很多个洞。快速旅行世界设定，随机生成战役，快速回上一个，就是回到上一个记录点啊。上个记录点就是我们最后是打 boss 前吧？对，可是我们后来不是打死了吗？打死了，但是我回去把你们复活啊。对啊，我还没抓到下一张。美丽冷却翼，粘翼管。哦，棒！猛男，我哪里撞了、啊？很撞，他竟然撞！没有，音乐比较可爱。啊！我说你撞，你说可爱，那是说对不对？他既可爱，他既萌，刷起来！音乐可爱，音乐萌。他既可爱，他既萌，刷起来！跑不起来。建议调70就好啊、哦，好，我把亮度调70就好。不要怕太暗啊，对啊，太暗的话，
我会觉得恐怖的话要坐远一点哦。恐怖倒是还没有到非常恐怖。嗯，怕我们有那么一点恐怖。哎、欸，又打完了哦。没有啊，出去啊。哦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就刚刚下午的时候我就出去，然后发现没有记录点，又跑回去记录啊。杜星。在那边耍，我隐约比较可爱啦。他既可爱，他既萌，刷起来。哎、欸，对，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会玩那个什么机甲？超激动，超激动联盟，超激动联盟，有没有玩过那款很强的那种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话私下来你找我一下。私下没有，缺帮手，缺帮手，缺打手。私下切磋吗？我这里缺帮手。私下帮我。阿纪说不缺，我这里缺帮手。我超缺好不好？新的记录点，那记录点就要往前走两步而已。存档，啊、哦，好热，好热，啊、哦，好热，好热，啊、哦，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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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摸一下，哎、欸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哎呦，摸了，摸了，自摸我屁股，你，他自摸一下就会复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个、啊，大家全部人，全部人，大家在干嘛啦？补血还大家一起。哦、这门可以开了吧？了这个门，因为那时候从外面打不开 啊。我们现在从内部就可以开啦、啊。是什么门？没有，这是回那个入口的门。你们看到没有？回去的门。哦。那我们继续走吧，这边应该不用走。嗯，入口的门。你在后面什么、啊？前面有那个。就是他，两只，两只。两只，小心！欸、三只，三只，哦，哦，两只哦，有一只快，有一只快死了，有一只快死了，一只死了，一只死了，一只死，瞄不准，瞄不准，你为什么会飘？死了，死了，呜！对啊，这最近这款游戏刚上，所以很多人玩，我知道，不用跟我说谁玩过，我知道。挡住血量了，拍死！然后改进来这样子。你为啥挡住血量？长太帅，我的帅挡住了血量。哦，好。我们先往哪走？就到处逛啊。到处逛。嗯，放命在哪边？哦，抱歉，他们跑到我前面来了。在哪里？啊，怎么我怎么要死了？好、哦、流血了，白痴！你怎么了？在流血。哦，哎呦！嗨！耶、有限的，这是八颗。我、这里有那个普通小子弹。没有，我说长枪的。长枪的，长枪的我没有。因为小子弹比较好打，所以我都用那种小枪。打的是什么难度哦？不知道啊，这是什么难度？普通吗？普通吧，我们没有调过，没有调过是预设是什么？普通吧。我可以补血了。Be down, down。不，哎，哦，哦，哎，下面有大枪的。拿枪的。大枪的在楼梯下。哦，子弹。大枪的楼梯底下，这里。然后嗨，嗨。哦，对。哦，我打架，打架，打架。呜，哦，哦。啊！谁打我屁股？抱歉，对不起。我跟你道歉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不可以。哇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拜拜。是啦，这只单人的时候很难打，多人还不错，不错打。嗯，耶、yeah, ，怎样？我补血，补血，补血。再不补我就要死了。哎、欸，
你是不是有在流血效果啊？对啊，你怎么补不满啦、啊？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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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丢丢了。需要我再补一下吗？好吧、啊。哇，好快哦！嗯，好了，好了。我要这个会不会帮怪物补血啊？不会吧？那边。干谁射我？右边，我在打挂。不走电。哦，上面上面上面。弓箭手，弓箭手。大只的，大只的，大只大只的。我没看到这里。他远地吗？不要动。上面上面，靠近了，靠近了，靠近了。死了吗？还没下来啦！死了，可是我们掉上面呢、欸。我马上去捡东西。走哪里？好多怪物的声音呢、喔。嗨，你好。哪里可以上去啊？有人很帅气的飞进来啊！嘿嘿，帅哦！真的，自视一百分。帅气，看到身上都是刀，那个玻璃碎片，玻璃碎片，超帅的飞机，然后都是玻璃碎片，啊，还没动手哟。抱歉露肚子，抱歉，抱歉露肚子。男生露肚子，女生露那个是露露什么？是啊，就是对啊，露肚子嘛，对，露肚子。女生露肚子。要露肚子是吧？嗯、我怕我等下露出来，就才就被编了。不会啊，我走哪？我们分别是怎么职业？两个博士，一个近战，射手，射手，猎人，猎人。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吧？感觉地图是往这边继续往外延伸嘞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，跟着你走。这样子翻过去，玻璃没有清会不会割伤啊？我那个游戏玩太多了哦。哦，你是说你们那天玩僵尸那个、啊？对啊，窗户玻璃没清掉，爬过去身上就割伤了，太写实了吧？然后你知道，如果这时候你包扎起来，你里面会感染，因为你没有把玻璃清。哦，玻璃要剥掉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来过的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来过的，这边有印象。好像来过哎，等一下。可是这张地图，它地图是刚打开的、欸。啊？嗯。看什么肚子？偷袭了？你在干嘛？这会使你体力降低50%。几个。这里不怕，等下旁边又跑出一堆吗？赶快坐下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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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关系啊，吸路了。哎、欸，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。有了，还在啦！啊！我还是不要射好了，暂时先别射。秘密射手，这里我们不玩过啊。有啊，像这里耶，不一样的吧？一模一样啊！箱子。箱子这样子，我们还要走一次吗？我们不得走回去原来的地方啊？有可能啊。还是我们快速移动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关卡。好啊，先出去啊！你说用技术成长点吗？走声音、哦，那个会爆炸的。哦，原来他叫声是这个、哦。嗯，好可爱哦。然后靠近的到你旁边就蹦嘎。这个口令他会装可爱的 boomer， 朱文在你旁边，哎干，快坐下，四块在你旁边，哎，砰砰砰砰，快速离，这个